人人哋话时尚呢个词语好似好难接近咁，好似一种身份，一种象征，而被冠上呢个词语嘅人会容光焕发，行路系有风嘅。但对于我嚟讲，时尚是表达自己最好的方法，颜色的呈现就是我对这个时尚的点缀，可以奢华，可以华丽，可以活泼，可以无味，无论哪一种颜色，这一切都是我，不同样子的我。